喂。啊。哦，好吗好吗，我现在过来。在一家人的医院，大唐临安的医院。这就是昨天受灾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医生负责最大的力量就是把病人员全部转到安全地带，病人没有一个伤亡，全部是安全的。就是把我就这样子了。哦，你是把不愿在床的病人全部安全的转移，我们全部通过安全转移，还有我们的。